然后王少远从冰箱里边拿出来一块那个五花肉，先把它切一下，一会儿呢我妈给烧一个烧一个红烧肉。说那那边那稍稍有点飞一会儿，这边飞手还行。那一会儿您切吧。砂锅里边放上水，提前把这个料盒泡一下，把这料盒泡一下，这个泡开了也有这味儿，容易入味儿。先把这个肉焯一下水，头洗头了都漂不漂？等它开了锅，去中劲儿。开始煸那肉，少放点油，把这个里边的水分一定要把它煸出来，煸的出了油，这个肉咱煸成这黄乎乎的，这个油脂基本上都没什么没水分了，以后把它盛出来，把这个里边多余的油盛出来，锅底上点油，开始炒糖色，这糖色炒成这个金黄色的，稍微偏一点黑，加肉。放点生抽提一下味儿，少放一点料酒，少放一点点老抽，上了颜色以后，咱们这个姜末跟葱花放到这里边，让它直接来这肉上边，这个是起到一个去腥的一个作用的酱，必须翻炒。姜末跟葱末一定要把它煸的入了味以后，小火煸都行，不用大火。看，好看呗。好嘞，炒成这样了，咱们放到砂锅里边，快快点吧。盖住锅盖，大火烧开它。等它开了锅以后，再放进两个点的葱段，开始炖。完了，要我今天这个里边，我再放点土豆块，孩子愿意吃这土豆，里边炖的土豆，再放点土豆块。这锅已经开了，把这几个葱段放进去，那个料盒已经在里边的，大火炖它20分钟以后再加盐，转成小火炖1.5小时以后再开开。这肉已经炖了20分钟了，咱们放一下盐，这多少有4斤，是不是？盖住盖，转成小火炖1.5小时。这个肉已经炖了1小时零20分钟了，把这个土豆块放进去，再切一块的牛肉。这红烧肉已经好了，盛一盆。
放鸡肉，哎，留着放上我这家庭版，家庭版的红烧肉。热了吧，土豆？热了。热了。行。嗯，好，土豆。嗯，烧肉热。你把这个弄我那边，来来一样一样。我得煮菜得劲。土豆肉一边。我这回一会儿都一个半小时了，上回那个。有时候也炖时间可长了，嗯，那次那炖俩小时。嗯，还是费得香。香呗，我炖的是吧？对，香。放什么别的东西？养生都叫这个好看的哟，爽啊，来一块烧肉。这泡泡那会儿五花肉后边那个倒是挺少，是吧？这不是那真五花肉，你自己买这个。你低下脑袋了，我上边那光咯嘟嘟那点儿，那买我都说买25两啊。嗯。超市都得35两。鸭肉总感觉是不是调料太好了？不一样，这个都没，那那那都真不一样。女儿不对，哎，土豆都跑我这边了，证明我吃肉吃的多。你们光挑土豆吃，什么人生吃？物资越来越匮乏。搁那买后天子青菜什么的多。这样肉吃一点儿不腻，俺把那油都憋出来了，我再去盛点儿啊。嗯。又一盘。这火也挺好的，嗯，炖这个肉，都是好的。它也给你，来一会儿吧。来一会儿。砂锅炖好，这个大。嗯。这给你点儿那个。